胶印部门提供多种包装盒的印刷制作，包括食品、饮料、清洁用品、护肤美容品、电子器件以及其他包装盒。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精密完备的生产设备，加之整个富来集团的合作，胶印部门能为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精美的、创新的、独有的以及防伪的包装盒。印刷部主要生产柔性包装材料，例如药品包装。以及食品、饮料和农产品。乃至烟草工业使用的软性包装材料。有现代化电脑制版设备和一流印刷设备的保证，凹版印刷部可以满足用户对高档印刷品的需求。
水纸部门为烟草工业供应打孔的和不打孔的香烟过滤嘴纸。富莱集团也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家能为香烟和雪茄制造商供应人造烟叶的厂商之一。另一家在美国，这种人造烟叶能确保香烟产品的自然纯正风味。为保证最佳的印刷质量，富莱集团亦生产自家印刷使用的油墨，可应用在纸张、硬纸板、软包装以及防伪印刷。纸箱部门生产瓦楞纸箱，用于运输和储存时保护货物，也用于展示诱人的外观。